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row。 今天拍这条片是想讲我要做一个挑战，就是我每天都会用一个钟头去练习我自己的一些弱点，我希望可以持续100日这样的。那我的弱点可能是一些 drum feels， 可能是一些基本功，可能是我自己很弱的一些风格。那我每次练完一个钟之后呢，我都会拍低我自己练完那一个钟之后的成果出来，然后抌上 YouTube 的，那就当作是一个我自己对我自己一个记录，这样记得我那天究竟练到什么呢。然后我希望可以挑战，就是持续100日，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，希望得了，那就是这样了。那今天我会挑战的就是 Marcus Thomas，他拍了一段 cover 很久之前的，那就是 Chris Bond 的 Show Me。 那他其中有一段3分多鐘左右，他有一段 Feel In， 我觉得很型，那我今天就想练他的 Feel In。 那大概练了一个钟之后，我就大概练到去120左右啦。咁我哋睇下练成点啦。咁佢一开始有个位系左右右左。右左左 kick 嘅，咁我專門去練咗呢個位啦。你會發覺練完一個鐘之後，其實都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的，都是有些瑕疵的位置。那是的，其實一個鐘的練習其實都是不是很夠，如果要練到很厲害的話，好像 Marcus Thomas 那樣，其實都是做不到那麼快的。不過不要緊，我其實主要做這個紀錄挑戰的原因都是想自己有一個穩定的進步，咁一定一嚟就可以升天，一嚟就變到好勁嘅，唔係嘅。我知道所有嘢都要慢慢嚟。咁係咯，呢個就係我今日嘅少少進步咯。咁今日就完啦，多謝收睇。同埋我發覺要拍咁長其實好辛苦，要剪嘅話應該好麻煩，所以嚟緊可能都會盡量短啲。講少啲廢話，就係咁啦。